我要他做我的男人。理解他，包容他，爱他，勾引我。这小姑娘就是想用美色诱惑你，套路啊！老师，能离老师远一点吗？ Good luck。跟我去约会了。你简直不是人！陆晋，你不属于这儿，是我不配。对不起。嗯，对于你来说，也只是个厨子而已。我需要确认一下。你需要确认什么？我，你要确认我做的饭好吃，还是那个梨？梨？我不要你提醒我。你觉得他配你？他是我女朋友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如果你真的没想法，就可以再继续。那我问啊。我会让你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。